今天正好人多热闹，对吧？给赌一下，300抽能否出心愿，就是我们待会儿的普通卡池了。这是我们先抽一张神女啊，神女还没有满到级，还差了一些，先抽着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右下角下载我们这个游戏，4折，大家都是4折，好，是保底的，没有问题。我们先说，我们今天抽卡普通卡要抽一个什么东西？这儿我们要去买一些这个月卡，但是还不够。首先，千仞雪没有买。这边的话，白鹤我想抽一个，因为白鹤还可以再解锁那个什么命技。白鹤我们来搞一张，白鹤和这个生命神都需要升一个，对吧？然后这里再搞的话就搞水系，火系其实差很多。哇，有人中了1000两红包，我靠！绝情衣服的心跳零度化，这人中了1000，没见过，刚好。这个人都没有见过的，刚好中了。今天这个神龙我们抽了，可以升级，但是不着急，这个东西慢慢会有。现在选它就是浪费。别的其实土系就这么几个，泰坦巨猿、逆流肉，剩下几个什么赵无极随便用，唐昊也可以用，但是纯土系再用这个唐昊，蛋白伤害很高，这个东西交给小龙来试。我时间不足了，我待会儿要出发，去上海出个差。各位，这里我们就选水系，因为最后的最后，我们水系是不是要培养？最后大家是不是想看我们搞一套纯水的？你们是不是想看，对吧？想看那是不是要提前养海神唐三和苍井小刚，还有小白全都很差，这三张卡都是要搞，所以我们就选一个啥？海神唐三选一个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先去买月卡，然后这里还要买一些东西啊，别着急。去上海谈游戏合作吗？不是，有些别的事情需要我处理，个人的私事啊，抱歉。其实不是因公出差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直播间右下角就可以下载，如果下载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私信我们，对吧？这里也可以私信，对吧？都可以的，感谢大家。弄苍井小刚是吧？好，听你的，你是第一个提出建议的，这个东西大家说要买，我觉得之后昨天一下子用了3000-4000的这个材料，还是要多搞搞。今天我们待会儿多搞搞这个也需要弄来。纯水没有海三是吧？有人说海神唐三是水主 C， 但是纯水又没有海三，你们这个要不打架好吧？我现在说了也不算，现在我要来说这个蛋白的攻略，在我们这个抽卡之前，先说蛋白攻略啊，这是啥？指定暗器，哎，其实先买了好吧？新的东西买了指定不亏，我觉得是这样子。今天花了6000多了，海三现在没有用了是吧？哦，是这样子的，我懂了。纯水的阵容，有人说海神唐三很强，是非常强，前期一个技能打对面一片，但是到了最后的最后，我要用修罗唐三替代海神唐三的位置，所以需要一个苍井小刚，是这样子，没问题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卡不够，先买一买。哇靠，小龙给你啥都没有留，待会儿我们去找老板去求一点，让他赞助一半好吧。好，各位，截止我们先赌一下，48000对72000，72000的不能，对吧？今天能出3张卡，试一下。今天有白鹤和千雪，应该是比较难出的。赌不能的，应该是可以再多下注一点。我是这样认为。小龙，我觉得我抽，不要，我抽不能，你压不能。你压了多少？2万。哇，好，我们今天换一个阵，我今天不要随便抽。我压的不能，别叫我抽。我们直接拉满，把这所有的都连成7星连珠，好吧？纯水可以上光包，是的，是的。哎，白鹤先来一张，大家别慌，别慌，还有240抽，我都不慌，你们慌啥？最难的白鹤已经出来了，哦，蛇龙，蛇龙够了，可以升级了，朋友们。还有没有选？不需要选，那个东西就随便给。李玩龙啊，你给我个天然血出来了。你怕这个小刚出来吗？在哪里看到的？刚出的时候那个东西没了，闪没了，哇、哦，苍井小刚，朋友们，结算，今天能出，小龙损失20000，今天运气太好了。节省钱了，好，今天抽出3000元，我们就不要再抽了，不然血亏啊，朋友们。破产了！哇，破产，太棒了！来，我们先升土系，哇靠，神龙再来一张，哇，这个小龙，你看今天正式一换啊，我就坑了你，你这也太惨了，神龙升级，哇靠，我们这进阶石差的太多了，先消耗了好多，小龙别哭别哭，妈妈在的，快，直播间出来一个妈妈，抱一下她，哇，刚一下加了5万，那瞬间，刚应该是加了个百米的东西，一下加5万，神龙是啥？这个东西是一个特殊的生命果实，这无所谓的。好，背包里还有个东西可以开，特殊的东西，每日幸运宝箱，先看一下。哎，每日豪华礼包，这个无所谓，5分扶10吧。暗器无所谓。哦，任意召唤一个梦神机，呼延阵，哎，没有用。这个有用，第三个。这个，各位选混沌宝盒吗？赌一手。他们混沌之子很菜，他们说。我知道混沌之子很菜。但是没关系，30个30抽直接一发出，好。哎呀，要50个混沌之子，我记得我当年这个混沌之子就很菜，我2年前刚玩的时候就很菜。第一个呢？生命果实很重要是吧？这个东西是选那个混沌器的。不是刚刚？什么？你刚刚第一个不是这样？混沌之子30个，刚才是这样子，没用。好，感谢各位，我今天再来说一下蛋白，蛋白现在可以好好解释了。首先，蛋白是不是 T0？ 不是，它是 T0.5， 它比 T0。差了一点点，但是这个也是很好的卡，接近一个光暗的一个成分在里面，对于你普通系来说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加成。
蛋白它有什么东西比较特别呢？最重要的是它这个攻击会对前排单位造成三段伤害。如果这一列仅存一个目标，那么就无视 30% 的防御，如果是存在两个的话，就对后排单位造成额外的这个伤害，就是特别好。大家看到没，我们这个阵容都是这样一个阵容，两角色的就在中间，蛋白就适合放后面啊，后面放一个，然后就打前面的两个，非常的强。蛋白它本身就是打伤害的，而且它能够快速的消耗对面的血量。蛋白已经用钻抽了，我推荐什么？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几套阵容，一个是火土阵容，一个风土阵容，还有是纯水阵容，可以用。纯土的话不太推荐，主要是有点怕这火系嘛。纯土推荐的就是二名蓉蓉、战士蛋白，这是三个最顶的。你如果有这三个，你就基本上无敌了。剩下的蛇龙、唐昊、赵无极，这是一道纯土的。纯土的如果没有遇到纯火的，打起来是很强的，也是很强的。但是纯系都很强，就是要养很费力，因为六个都要很强很难。纯土大家也可以去养，但是呢，现阶段土系、风系跑不掉，风土是最合适的，你就搞一个白鹤，那肯定是可以的。然后火土的话也可以搞风系，就这个，再加一个什么？如果说你有一个神女，就上神女；没有神女，上宁空志也可以，上小舞也可以，上这个贝蒂斯作为一个前排也可以。纯土四宝二，四系四宝二也可以，四个土对吧？四个土，你看我刚刚这里的。甚至说你可以来个蛇龙，蛇龙也很强，蛇龙是非常强的。别看我们一直没有怎么用，其实是很厉害的。其实你看我现在已经差不多可以弄一个纯土了，这个家伙比较菜，这个家伙以后换一个别的也许会好一些，但是我就觉得纯土的就这个东西，如果我能换一个光暗系就非常的强了。再给大家说一下，纯水就是海神唐三、玉小刚、波塞西、叶玲玲、水冰儿、小白，小白在前排，然后中间我认为可以换一个波塞西，然后呢玉小刚是破冰的，海神唐三其实以后换修罗唐三打非常高的输出，这是不能换的。叶玲玲、波塞西、水冰儿都是可以换，叶玲玲加奶，这个奶你不奶也行，但是波塞西他是到了后面比如说第十次伤害的时候他爆伤害爆表，这个东西如果你不炸伤害就可以把它给替换了。水冰儿打辅助的，打控制的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东西。他叶玲玲都是一个加奶，一个是打控制，这些都不缺，缺伤害的话就是现在不缺伤害了就可以换这个波塞西，就这样子。所以纯血系也教你们了，纯土系也教你们，火土系是不是没有教你们，火土系教你们怎么能搞，土系就这三个对吧，就这三张，火土系两个，这家伙再来一个镜像长，可以说来一个千人血，千人血非常强，就打伤害就靠这三个。另外的话不要用马红俊，用个奥斯卡，这个是奥斯卡，奥斯卡他本身很肉，能够有钻石帮助队友不死，直接满血就是直接残血死了之后再复活就是起来，那个还不算死啊，他如果说复活的话会被光猫斩，但是他的镜像长直接就让他直接就相当于是免死，而且回复一段血量，这个东西非常好，比免死还要强。那另外一个，如果说你有一个主力的，比如说你是风系的，风系有白鹤，复制一个很强的一个白鹤出来，上一个这个家伙，或者说复制一个光猫出来，这个家伙就比较强。但是如果没有的话，没有光猫没有白鹤，你就用千人血就可以了。但是我在这里说一下，我昨天做的最重要的一个改变，就是这里的这个魂骨没有上全，这个魂骨上全了都很强，这个没有上全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洗一个好的东西，这个都是要洗的，你到时候看能不能洗一个，随便洗一个，加十二的能不能再培养一下。这里还有一个要洗，这个的话要再洗一个，这里挑衅、物联、狂化都不适合，其他的都合适。但是就现在这个阵容来看，我们今天不算蛋白，我们来和老板打一架对吧。哎，阿栋这个不要打了，他昨天调了还没有调回来，现在打他就是他特别的菜，就这一套，这个大家绝对打不过我，因为他这个东西没有调，打三次，三次绝对连胜啊。我话放在这里，好走，好的好的，我和大家说一下，我这确实有事情要耽误啊，大家只能看一下小龙直播了，小龙你要好好来，而且今天新活动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不太清楚，然后待会儿你要记得把这个东西打了，帮我多宣传一下，大家直播间一把脚，小铃铛都下载一下，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私信，欢迎私信。